那我新学的炒年糕，试试看味道怎么样？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夜市炒年糕，没有男朋友的也可以找闺蜜动手哦。煮好的年糕先过一遍凉水，这样不容易粘锅底。你们还记得吗？上次赖你们在评论区找对象，有好几个私信告诉我他找到了，还没有对象的去留言试试看吧。香酥可口的炒年糕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